送给克利们的一份礼物，请注意查收。之后有一阵子没有去关注我的那个粉丝数量了，但是最近发现，哎，一下子破了这样500万的一个大关吧，算是。然后，就是怎么说，很感动，很有感触。从以前，几万。到破100万、200万，然后现在一下子到了这样子一个数字，其实还挺想象不到。对，所以希望可以以后有更多这样给大家唱歌的机会。其实我买了个吉他，
然后但是一直有时候因为工作啊，或者是因为做了美甲不方便弹，就一直拖着，一直就放就搁置了。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弹唱，来吉他弹唱。然后钢琴的话也可以多来一来这个练习室，然后练一练钢琴，给大家多录一些这样子弹唱的歌。然后还有什么吗？就是我觉得说有时候说太多也没有什么，没什么用吧。我觉得，你们就是想听我唱歌嘛，喜欢听我唱歌，所以呢，我就唱歌给你们听，感谢你们500万的支持。然后接下来的歌也会努力做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好听的音乐，然后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在现场唱给你们听。OK， 就到这儿了，拜拜，我们下一个福利节。